今天是出来旅行这么多天，第一天起来那么早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。你要干嘛去？去看大熊猫。对，我们起那么早就是为了看大熊猫。今天晚上我洗澡的时候，我还去养。长痱子了吗？我们停车的这个露营基地离都江堰的熊猫谷大概是16公里，所以我们骑电动车去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再加上早上都没有吃早饭，先吃个早饭，再进熊猫谷里面好好玩。走了，出发。怕下雨，本来打出租车的，结果愣是一个没看到。还是我们电动车方便。先生你好，这下面好美啊！别急，我们来看大熊猫啦。我们等一下出来再买，走。好的，卖熊猫发箍的。8:10，终于入园了。游客还是挺多的。3、2、1，蹦！再蹦一下。1、2、3，走吧。开心吗？哇，这熊猫谷的环境还很不错哎。你俩回个头，耶！猫在哪儿啊？没看到。猫在哪儿啊？在这。没看到啊？它的屁股一样，它在摸屁股。给我，我来帮你拿。你拿不？没看到猫啊？哪里？放大，3倍，往前走。哎，别去，小心。好，别摔到了啊！他在抓屁股，哎呀，他在勒屁股，看见没？他可爱吗？他屁股有这么痒吗？懂吗？他得痔疮了。哈哈哈！大腿喧哗，挺好玩的。妈妈，这只熊猫叫奥利奥。不知道这熊猫叫啥名字？它的名字是奥利奥。你给它取的名字？不是，它是牌上写的名字。啊，牌上有写啊？还真的，我以为是你瞎说的了。哇，那个鸭好厉呀、啊！走吧，我们去前面。夫妇索桥，小心一点啊！哎呦喂，头好晕啊！哎呀，头好晕啊！那改道，快点改道，改道。我改的快，我卡住了。我害怕。你大少爷跑那么快啊？上熊猫谷来看牛吗？每一只熊猫馆的前面都聚满了人。他为什么有黑眼圈？因为他昨天晚上熬夜了，是吗？这个猫的睡觉姿势是真奇特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天啊，这个人多的挤都挤不进去，我们只看到了人头，没看到猫，把帐篷都给挤跑了，跑哪里去都不知道。给帐篷都看的都没耐心了，他说怎么全是人，猫都没看到一只。熊猫在哪儿啊？都没看到猫。猫呢？猫树后面。哦，这里有，这那个地方啊。哦，我说怎么没看，半天没看到。走，我们往前走走。小朋友太矮了，他爸不抱他都看不到。他的牙好利啊。大风吹，你问他，你说这是什么味道的？不是味道，不用看就可以说。哇，这熊猫的居住环境真好，有山有水。嘿，你在干嘛？他在想什么？你在思考人生吗，大熊猫？他在思考猫生。他思考猫生啊？熊猫不是猫科动物，是熊科动物。熊猫不是猫吗？它就是猫。熊科动物。走吧，我们走吧，让他在这儿思考吧。
我们现在这条路呢是去山顶看小熊猫，当不能小朋友跟小熊猫互动，好热啊！今天天晴了，哎，好累啊！熬退，熬退，对，这样子。看对面那个超大的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就这么小，那个凳底下，它真的是散养的嘞，到处在树林里面钻嘞。嗯，跑哪去了？有两只，一只，一只，那尾巴很长。好可爱呀，它。它来吃东西来了。哦，可爱吗，妹妹？太可爱了吧！它怎么不把头抬起来吃饭噻？为什么要头低着干饭？它不好意思。再去吧。这个小熊猫吃饭好慢，我们从下面走到上面来，它还在吃饭。你看，游客都在拍。啊，小浣熊是猫科，不对，小浣熊是小浣熊，小熊猫是小熊猫。小浣熊的毛是灰色的，它是红色的，它是猫科。然后大熊猫、北极熊、棕熊、黑熊，它是属于熊科。这熊猫好小气哦，它躲那么远吃。然后这边有吃的，有苹果它都不吃，就不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它怎么不吃了？它把那个水果啥的住在屁股下面。看好了没有？走吧。看熊猫开心吗？开心。看高兴了没有？没高兴。还没高兴啊？因为那就一点点。那人太多了，对吗？8:10到了这个熊猫谷，现在是9:30，看完了，开始返程了，挺快的。主要是游客太多，猫挺多的，但是游客也多，挤不进去，就随便看了2只。走了，下山喽。好看吗？参观完熊猫，人家都是打车走的，我们一家三口骑电动车，好热呀，赶紧骑电动车走了，戴上头盔出发，又省钱又环保，最主要是方便。熊猫谷回来，这货累傻了，怎么了？磕到了吗？疼，慢一点。我跟你说了，出去一趟回来很累。我说别动，在营地再休息一天，这货不听，回来第一件事倒在这就睡了。昨天这货跟我起分歧了，然后两个人大吵一架。我说我自己带孩子去新疆，让他从成都坐飞机或者坐火车直接自己回去，不搭理他了。结果今天又是洗衣服又是洗碗的，现在把碗给洗完了。你不要讨好我，衣服我也洗完了。错了就是错了，你有问题，你自己承认错误就可以了。这不解决问题，光干活有用吗？我不需要干活。那么等一下不下雨了，我7点给人送到车站去，然后你自己坐车走吧，拜拜。不用送，我自己回去。可以。谁把谁？那别洗我的碗了，别洗我的碗，我自己洗，别洗我的衣服。你有良心发现吗？这人，我没良心，你有良心，你有良心还给我干仗。青城山的西瓜是珍贵，这个西瓜3.5一斤，这个西瓜是35.6块。切开给大家看看，值不值35块啊？这是我今年吃的最贵的瓜，我看会不会被坑哈？哟，感觉还可以了。他不是说3.5的是无籽的吗？这不坑我吗？这不有籽儿吗？那么多籽儿，有籽儿2.5，他跟我说这个没籽儿，卖我3.5。你被骗了。10来斤，35.6。你被骗了，大哥。因为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吃有籽儿的瓜。那早知道买2.5的了，省10块钱哈。是的，被坑了，老板可能再也不买哈那瓜了。张木头，吃西瓜了，吃西瓜。给你切个没籽儿的，这个瓜没籽儿，这一半没籽儿，过来。不过画着回来这个瓜，你看皮剥掉了。
挺脆的，还可以。嗯，不错。还要吃？他明天开始，你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啊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你长大了。